these enemy points. Enemy points. Enemy parts. 现在介绍是 Transformer Prime 里面的 Optimus Prime， 比较两个 package。 现在我是在店里面，所以要赶快，最后他们关门了，所以刚好看到的 Creed Jumper， 这个也是 Toys R Us 的 exclusive 的那个这个包装比 Voyager 还大，因为 Hushbone 应该想说他们 Deluxe 这个加强版的卖的比 那些 Voyager 是都好，所以它 通常会用这么大的包装吸引客，但是宽度可以比较宽度 ，Voyager 是宽度比较大，然后再来比较 Deluxe Class 加强版的 Optimus Prime， 唯一的好处是它的枪有装着这个 Voyager 的，只是黑色，还有一把剑，但是剑呢也没有像它后面包装那么 shiny 那么好看。 但是它的那个脖子上面那个细纹啊，那个腹部啊，还有脚的膝盖，这个是 Deluxe 都没有的，看近一点，然后我们再来比较它电影版的 Voyager， 哇，这个就差很多 size， 那你宁愿买这一只，而且。 电影版的那个重涂很多次，很多不一样颜色。好，那就先这样，明天要关了门，我先走了。好，拜拜。